感觉现在内卷都这么严重了，还。就是那种鸡飞狗跳的感觉，跟孩子讲，孩子那个6岁根本达不了那个理解水平，然后把父母还讲的，又心急又累。那归结原因就是说，为啥幼儿园没上这个学前辅导呢？跟那个没关系。就因为现在小孩实在是太优秀太优秀太优秀了，现在好多家长都要求孩子全方面发展，学习还要好，还有各方面的体能艺术都要好。我不是有一个同学嘛，他娃在南郊的重点小学上，然后他说他那边的有好多家长给小孩报那种私教，一对一的跳绳，一对一的跳绳私教，对，哎呀，就为了拿第一名拿满分，各种卷。嗯，我感觉咱儿子实验室太差了，他班考试的时候是倒数第三名，看来要好好给他补一补这个文化课的。哎，我觉得还是别补了。就佛系的，让该玩玩，该喝喝，该学学。